边去看他怎么讲这件事情，这是最基本的。然后你还要在地方第三方的观点，你要拉高了去看。我觉得他家就是在收证完了之后，就是你说一个真相，就是眼前的319枪击案，那个洪仲秋的案啊，什么连胜文枪击案，我们都拼凑不出来。你怎么拼凑一个200年前的真相？很多历史上是真的是没有真相，你就是只能客观的、公道的、不带情感的。你有情绪，一有情感，你就没有理智啊。因为这个政党跟媒体是最喜欢玩这个东西，最廉价的，就是你一定要拉开来去远远去，你比然后我们收证到自己都相信它真的是真的，然后才去就是拼凑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。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对的。那他家我觉得就是你把东西全部整理完之后就开始要写剧本了。剧本是我们研究员是5个，都是台大历史研究所毕业的，然后另外在要写剧本的时候3个编剧也都是很好的编剧，大家在怎么整弄。我那时候跟导演我们就商量出200多年你要一个取舍嘛，你要决定要怎么做嘛。我觉得他家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抉择。那怎么讲，他家第一个重大的抉择，他要在中央跟地方做一个抉择。他家的官，他家原来打仗出身的，一下子就林万茶就当到那个福建陆路提督，就一下子到中央的大官了。福建陆路提督是台湾当时还不是一个省，是福建的一部分。福建陆路提督就是福建加台湾的陆军总司令了。他官已经几年之内三十几岁就已经比那个台湾的那个官都大了。那其他几个仇家更惊恐，所以官结合其他的仇家去斗他们家，所以他们家就是兄弟两个相继被干掉了。然后他家就是第二个抉择，就是他以为到了中央就天下无敌了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其实你只是中央那个棋子啊。然后后来那个他们家就知道不能跟政府硬干了嘛，那时候已经到士绅了，就是林朝栋就开始就是那个就是金控嘛，金控十几年就是文的路数了，不用武的路数。那之后第二个抉择就是他要在湘淮之间做一个抉择。那个时候刚刚我讲的湘淮是不共戴天的，他当时他们家是湘军嘛，可是就是那个机会，就是法国人不是要占越南拿台湾当筹码嘛，在基隆。我念海洋学院，我当时也是看到一大片那个法国公墓，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法国人死在这边，这样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法国人会死在这里这样。那林朝栋当时就是在家产也打得差不多了，那个家庭已经摇摇欲坠，那仇家那个在旁边虎视眈眈的，就是他就做了一个第二个他们家重要的抉择，就是他要不要转而投效淮军啊，去打这一仗。那要两边押宝，就像蓝绿一样，两边还是押宝，所以顶错的林文清。那个李太太跟我提醒说，OK， 时间，好，OK， 再5分钟。那他又跟我讲25，我觉得要尽快结束。对，要抉择。那第二个抉择，他就是决定投效那个淮军嘛，啊，就是那是犯大忌的事情。那可是这一仗对他是背水一战，他如果打输了，两边都要挂，然后，那结果他打赢了，他家最风光就是那一仗结束到1895的这10年，就那个樟脑独卖，他们家就独大了。他家如果再过十几年，就是我看台湾一半以上的人都姓林了，那个是他们家是台湾王了。那可是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就是，那个已经不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了，就是中日啊，就是中日就是割据。你当时第三个抉择，你要做日本人还是要做中国人？你要留在台湾，你就要入籍日本，你就要做日本人。那你要做中国人，你就后来，所以这个下集开始一年之后，林献堂、林祖密都回来了。林献堂这一支下错就留，顶错就留在台湾，所以我们比较知道林献堂。那林祖密回来之后，一年就变卖所有的家产，就到大陆去了，去跟孙中山革命去了，又再押一次宝押孙中山这样。那个大家都不知道，当年那个福建的闽军司令、福建军阀是台湾人的，就林祖密了。然后隔了几年，又有一个更大的抉择，就是世界分裂了。那个完全是没有办法控制，就是左跟右嘛，就是资本跟共产，就是最后的美国跟苏联嘛。他家又要决定要做国还是要做共，就是国共分裂，最后一半国一半共嘛，就。你就从他家去看，你整体的看，你就知道从他家面临的事情就是整体台湾面临的事情。
就是也就很清楚，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值得做这个做他们家的一个点哦，那就把它做完了。那把这个观点整理齐了之后，就是然后再来是怎么做啊？怎么做真的是很辛苦啊！你说那个服装，台湾现在已经没有做古装的能力了，没有片场，没有技术传承。我们的师傅是最好的美术李宝林，台湾国宝级的，现在也在大陆做两肋插刀来做，可是道具跟不上了，那没有技术传承，没有片场。所以现在连那个服装最后的我们考证完了之后画了图，最后找那个后宫甄嬛穿那一组人做了之后，他们用租的给我们一个货柜租过来，连还一些道具，然后拍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啊，就是这样。连书化妆台湾现在都不会了，都要从北京请人来做。那其他的太多东西了，那个我们的前一场战争也不够拍啊，只有做成这样的状态的。你说剃头现在找谁去剃头啊？我们又没有多少钱给人家。我助理就演那个丁约健这样，然后那个他还演那个贺客来宾，还演台勇，他演很多角色。然后那个一个朋友，我从前的同事来看我，那天头发理得很短，我说哎，有没有演电影？在那边骗他去，理得多好，高兴。就还好那边看这个片子，最后他演那个林日成，脑袋也被挂在城墙上，好惨啊。年轻的还好，年纪大的谁给你剃头这样？最后刘敖是那个。